意大利大学食堂吃什么？今天来的比较早，看看这菜单看不太懂。这厨师还挺有兴致，在下面画了个画，拿个叉，不太高兴的样子。我就想知道他有时间去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就不能研究研究做点新花样吗？你是一个厨师，又不是一个画家。拿个餐盘来到甜品区，有水果沙拉、水果酸奶、布丁，只能选一样，就来这个水果沙拉吧。来到头盘主食区，有姜黄焗烤意面、番茄肉酱意面、扁豆汤，就选这个姜黄焗烤意面吧。来到第二道菜，有菠菜饼、鸡腿、鱼排，就要这个烤鸡腿，这个烤鸡腿挺好吃的，搭配烤薯条。我还要了个面包，有可乐、芬达、加汽水，就要可乐。开吃，先尝尝这个姜黄焗烤意面。还是挺好吃的，有奶酪的香味，还有淡淡的咸味。来吃这个烤鸡腿，这咋那不起来？这烤鸡腿这鸡腿还断了，除一下毛。对于一个陕西人来展示一下魔家万物，先加个烤鸡腿，还有这个鸡皮，再来个薯条，再把意面加进去，挤点蛋黄酱和番茄酱。这个小面包外脆里嫩，把这些东西加进去还真挺好吃。这厨师不来点创新，我就给他来点创新。尝一下这个烤鸡腿，这个烤鸡腿还挺好吃的，挺入味的，尤其外面的皮很酥脆。吃个水果沙拉，第一个好像是梨，还挺好吃的，不是上次那种怪怪的味道。今天这个水果沙拉挺好吃的，是罐头，而且水果还挺丰富。